来到现场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妮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可。哎，怎么一场比一场冷静？热情在哪里？再一次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可。有活过来了。今天我知道天气比较闷一点点，也比较觉得可能有点燥热，是不是有点心浮气躁的？但是呢，看到妮可是不是应该就要把那个热情的脸的微笑都拿出来，或者是你可以在下面，即使不开心也是还来微笑。很棒啊，很好操控，对，很好操控。看到妮可就是要微笑嘛。好，那请问一下大家，刚刚去体验过我们的展示区了吗？有号来破光还没有？没有去体验的，来诚实举手。大家都体验过了吗？来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今天的这展示区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可以呢刷到大家真的有没有体验跟没有体验存档吗？就是我说那个刚刚我们一开始说好合照可以配合你的这个部分。对。所以你是说等我回去之后，如果看他们没有 take 我的话，对，譬如说啊，我看到粉红色衣服戴着你的帽子，那个我猜他没有体验，就是你。对，我觉得你没有体验，有没有体验？你看是不是抓到那个眼神的感觉？那你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个合照？来，你来我前面，来，帮我站这里，好，给你一个时间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去体验的话有一个小小福利，知道是什么吗？AI 合照跟谁？跟妮可。你知道但是你有体验到吗？还没。对，好，来，那就是这个刚刚有说到，即使他还没体验，但是他也知道今天我们一个小福利，就是呢我们妮可有拍一个 AI 的影片，然后你们即使没办法来到舞台上跟妮可合照，但是呢至少有这个一个小存档，回去呢你再把这个翻拍，并且可以 take 下妮可，好，让他知道你今天有来，然后有支持他，就是你待会一定要记得哦，他我跟你讲妮可接下来就没忘记你了，这样你应该回去都不会忘记这个人的名字了。没错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今天要讲到说 AI 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？有我刚刚说的影片嘛，还有呢我们的图片，生成图片也算、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马上带大家呢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快速生成图片。一般呢可能我们就是手机啊，然后点点啊，然后之后或者是自己就有点像偏修图，但是呢我们今天做一个生成图片让妮可教你们。好，那在这里呢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生成图片呢，我可能会譬如说拿出一张像是这个机器人的图片，然后呢我们会选你来到舞台上，你就把呢我们今天的这张的重点打出来，就说我需要一张可能有机器人的图片，然后让我们的 SwiftGo 这一台电脑呢生成一张类似大概80%、90%像的图片，我们妮可就会把礼物送给你，以及你还可以获得跟妮可近距离合照的机会。好，那在这边大家应该了解了，这里呢我要